大家好，我阿 Bob 啊，啱啱完成咗呢个荷兰站同埋呢个英国站，咁去咗呢个阿姆斯特丹啦，同埋呢个伦敦啦，咁啊好开心，即系两场一个好完美、好正嘅演出，咁啊见到好多当地嘅华人朋友啊，有啲系香港朋友啊，咁样有啲系唔同地方去嘅朋友，咁我见到佢哋都真系觉得好感动噶嘛，特别啱啱呢一个嘅伦敦站啦，啱啱完成咗，咁佢哋俾咗好多即系好好嘅能量我，咁我好多即系好多谢每一位嚟到嘅观众啦，无论系荷兰好、英国好，每一位真金白买飞入场支持我嘅，我衷心感谢。咁亦都好多谢好多嘅主办单位啦，咁亦都好多嘅赞助商，就估唔到原来去到荷兰同埋英国都有好多 sponsor 话，Bob 你嚟啊，赞助咁，我好感谢啲主办单位同埋赞助嘅支持。咁啊嚟紧好紧要啦，咁啊今日都要喺度一定要预告一下，就系12月9日，我就会去到澳门嘅伦敦人剧场就会开我嘅澳门站啦，咁啊希望咁多位澳门朋友可以多多支持啦，咁啊知道大家嗰一日都应该方便嘅，就去买张飞入场去睇下细佬呢一个嘅 show，The Bob Father， 希望12月9日约定大家澳门站。